那个字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发的？就是凭印象啊。对。舌头收起来！我真的没有把握，我真的。孙爽，你可以了。他是孙生的。A for apple, B for bird。1 2 3 1 2 3，我跟你讲，那只要漏0.5公分，所以 1 2 3就好了。3，嘴巴笑一下。3 3 Lost 不见了，遗失，对不对？但它不是 lost， 要往上拉一下。Lost 拉一点，然后长一点，放松。Lost 我不够放松吗？我不够 relax 吗？ Lost。好，下一个哦。Underground 对，然后有一点那种夹夹的那种。Ground 因为我不太会卷舌耶。那没有舌头好吧，是Ground。 你舌头收起来。Ground Yes。 好难哦，我就知道女生跟男生这样子斗嘴啊什么的，一定有喜欢的因素在。还好，还好，